这是我们的求生模具啊。我们求生模具的垫片都比较光滑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给大家让先把下垫片放在中间，然后将我们的样品啊放在中间。这个压杆压到底部之后，正好它就把那个啊装进去，正好就求生标准。压完之后呢，正好这个面是平的啊，这样取出来正好，你样品包就装上去了。这是我们压着好的样品，它比较圆，你可以看一下。